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碗半。那我来自 JB，我今年26岁。我是许汉威，今年28岁，也是来自 JB。我们在一起第10年了，然后刚结婚不久。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觉得他，还不错。没有，我是觉得他蛮不错啦，蛮帅的。可是他的打扮整个很 bling bling，就是蛮 bling 的啦，这样。就感觉蛮乖巧的，讲话也很健谈，很多话讲。没有什么变化，从今就一起努力过更好的、以后更好的生活。没有什么变化，因为在一起很多年了，都习惯了。都习惯了。这期大家会认为我们很厌倦对方，我们是很相爱。不是啦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变化是真的。因为我们的双方父母也认识很久了，然后我们也认识很久了，所以我们住也没有，我也没有特地说，改变什么。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他，因为我跟他在一起，我不需要改变什么，我只需要做回我自己。可以开始了，好吧，很期待看他变老的样子。蛮好笑的，看这种叫什么？像蛮老的感觉。可是我现在感觉就想哭，像那个三有点可怜的样子，他蛮不可怜。感觉像在家里待的时候，也像被家传了，就在那边待。那时候，我们该会生孩子，这么大了，然后应该中学啊，我是觉得应该是中学。不懂。倒是有一生病了，健康。我怕你像你爸爸的脚，这样我就会收容你。所以你一定要保持健康，这样我才可以。
因为我觉得有点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个时间。不管你实现的时候，我就享受我们一起就这样从年轻到老了，以后都是没有办法讲。